from 的后面是不需要，比如 I'm from future, I'm from the ocean， 因为 I'm from 空，这个空的部分是他们可以猜到 I'm from 哪里， I'm from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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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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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给他们的那个 answer 的部分，所以我不想决定我从哪里来。更适合一点，而且然后喊驾驾驾的味道之后，哒哒哒哒的那种阿卡贝拉的那种样子的话，也可以感动的，很浪漫的样子。OK， 那我们想讨论啊，我想讨论那个歌词的部分，大概想改成什么样子？是有故事的感觉。第一次听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理解，但是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意思，这样的感觉。差不多20天左右，我每一天都在做这首歌。这首歌是我对梦想的概念，通过过去的经历，告诉大家现在我的梦想是什么。虽然我以前是一直追着结果，但是慢慢的我理解了比结果更重要的存在。I'm from 是这样的一首歌。就是这个音对你一般人来讲的话是很高的啊，但是你是没有问题的。就希望你咬字的那个状态，希望多加一点什么，就是你的那个不要逃避，不要躲的声音。因为要赶在街舞的舞台表演之前做好这首歌。是谁喊赶，但是很多人一起帮助我。我上了很多节声乐课，和声乐老师一起商量，老师也会纠正我的发音。对，然后你加点一点点情绪啊。这首歌因为是我自己完整的经历，所以和作词老师也沟通了很多。但是用咖啡干杯干杯的那种，是可以看到画面，那个他们是熬夜的练习，虽然很累，时间也特别晚，很晚的时间，但是他们的状态是开心的，所以用咖啡干杯那种的样子是我喜欢的。想念和朋友熬夜去练习，说什么不容易，全世界暂停，生活没担心，再累都不停，用咖啡干杯，汗水笑脸进去加努力，我和大家一起努力，我很感谢大家，我希望它是完美的呈现给大家。他们是 FDC 的舞者，我和吴苏是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认识的，我们差不多4个月一起录节目，在节目里看到他们很热情的感觉，我觉得他们很适合这次的内容，而且我很希望正在追梦的年轻人也好好珍惜身边的人。这次的 live 视频是因为现在很少有
和大家见面的舞台机会，所以我想给大家 live 的表演的感觉。这个视频里有很多我的过去，还有和歌词有关的东西，比如照片有很多是我小时候的照片，视频里面的画画也我自己画的，除了腔调也有很多我想表达这首歌的意义。对我来说，画画也和唱歌跳舞一样的，因为通过作品可以表达自己想告诉大家的心情。我也喜欢尝试去扮演其他的角色的时候，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我的表达方式。但我希望这个音乐是 free folk 那种暗的地方，所以我去镜子里见面然后 cut 我的脸开始的话更明显的 cut 的呀，所以我不希望这个地方有 cut。 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我觉得要不咱们再在那边，可以可以，在那在那 OK OK OK，再保一次就结束。好 ，OK， Go。那你需要休息吗？哦，不要。已经到底是因为我想做一种 live 感觉的视频，视频里会用到很多道具，有舞者、灯光的配合，还有中间换衣服，所以如果有一点不对了，就需要再来一遍。好OK， 在那边。虽然有很多调整的细节，但是拍摄团队的老师们、读者、很多工作人员，大家为了一个作品一起努力的时候，目的都是为了做出很好的作品，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时间。爱、感谢、梦想，爱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存在。我从哪里来的？我以前做什么？过去到现在的大家给我的爱，这些成为我的未来。所以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觉得感谢的表达是我自己追着梦想，跟大家一起去很好的未来。所以我以后也继续往前走的，谢谢大家。